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因式分解呢这两个式子。好，第一个用那个 a 平方乘 b 的那个公式，这个减这个，2x 减一减掉 x 减二，乘以这个加这个，2x 减一加 x 加二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2x 减2x x 减三。2x 加 x 是 3x 加1、啊、好，再看这个，这个可以把它看成是9的平方嘛，9九八十一嘛，那、啊、这个可以把它看成 s 平方的平方，所以就是 x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就 a 减 b 啊乘以呢 a 加 b。那、啊、这个还可以因式分解、啊、因式分解的话、哦、这是 x 平方减3平方 x 减3乘以、哦、x 呢、啊哎、加3、啊啊、所以这个、哦、就等于多少，等于这个 x 减3 x 加3乘以 s 平方、哦哎、加9，这样就因式分解完了。